系主席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各位议员好啊！吓，我系陈志兴，咁啊，代表香港培青社嘅。咁啊，首先咧，咁啊，我好遗憾咧吓，见到咧吓，在座咧吓呢度咁多位议员咧吓，我啊见到咧就有两位泛民议员喺度，其他咧就有咧系1、2、3、4、5个咧就系建制派议员喺度。咁啊，呢个咨询会咧吓，政制事务委啊，呢个政制事务委员会咧，咁啊，竟然咧借得7个人咧，啊，后边仲有一个唔知嗰边个啦。個個好似你呃人啦 ，OK 嚇，咁啊就總之7个人啦，呢度有嚇，咁啊得7个人喺度聽我哋講嘢嘅啫。咁我哋呢啲諮詢會咧嚇，即係咧，既然得7个人咧聽我哋市民意見，咁啊其他嗰啲議員咧就唔知去咗邊度。我今日戴口罩嚟咧，就唔係因為咧我患咗流感，係因為我對呢個立法會呢、這個垃圾會咧相當之憤怒。有議員就睇 AV， 有議員咧就瞓覺。又打交又衝突 ，OK， 打打鬧鬧，根本呢度就係恐怖主義嘅基地嚟嘅。我同你講 ，OK， 我唔想咧受到呢啲咧嚇，即係咁污染嘅空氣咧，所以我今日咧先戴個口罩嚟，我完全係冇患流感嘅。我哋呢啲諮詢會根本咧就係冇用嘅。我同你講嚇，因為泛民議員咧就會話咧，我哋呢啲諮詢咧就假諮詢，全部都係咧。啊！啲組織咧調動過嚟咧，係發言嘅啫。啊，因為泛民議員認為佔中嘅意見就係唯一香港嘅意見。我想問下呢度在座嘅嚇議員，政改啟動咗第二輪嘅諮詢，政府啟動咗第二輪嘅呢個政制諮詢，就有啲議員咧就話要全面杯葛，根本咧。就唔想溝通，我喺度認為雙向嘅溝通咧係必須嘅。其實大家有唔同意見喺個社會好正常嘅啫，呢度唔係北韓啊嘛。OK， 但係如果唔同意見就即刻話要咧閂門閉門就唔同你傾嘅話咧，就好似啊呢度在座嘅議員咧啊都有家室嘅，你有冇試過同你老公老婆嗌交？你有冇試過咧？嚇，同完老公老婆嗌交嗰陣時咧，就即刻話唔同對方傾嘅咧，呢啲係一種咩態度咧？我啱啱上個禮拜交完税，交咗几万蚊税，一年20000几蚊，我係相當之唔情願交呢啲税俾你哋嘅，辛辛苦苦打工就係俾啲税俾你哋啲垃圾。嗱，我喺度咧就想同你講，如果唔溝通嘅話咧，夫婦之間最後就要離婚噶啦。同樣地，政改嘅諮詢，如果大家唔溝通嘅話，香港就玩完。